如何更改调味的颜色？首先点击右侧三个点，进入 Admin 后台，点击 Menu， 点击加号，展开 Post Menu， 找到 Global Option Group。比如我们想修改一下 Wedge 里面 Modify 的颜色，我们可以点击 Wedge，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个，也可以多选，然后点击 Edit， 点击 Color。选择您想要的颜色，然后保存就可以了。